玄彬和孙艺珍先是在2018年合作电影《极致对决》，隔年2019年1月一起在美国逛超市被台湾媒体报道，再传到南韩国内，甚至到2020年1月都有小道传出他们连续三次被曝热恋，但每次都对外否认。直到2021年万众瞩目的元旦情侣第一摄没让大众失望，拍到了两人约会场景，并报道他们二度合作时，在拍摄爱的迫降后对彼此有了好感，在杀青后见不到对方相当想念，进而交往认爱，当时已经交往8个月了。两人因为兴趣相同越走越近，玄彬在高尔夫球场还曾被目睹亲自教孙艺珍怎么打球，只要一有空两人就会到江原道打球。当时看到俊男美女成为神仙眷侣，网友就曾激动敲碗他们结婚，真的太配了，结婚吧拜托。看戏剧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眼神太深情了，恭喜恭喜。